那刚好我们现在又在组装一整套的遥控无线设备。那刚好我们最近又在组一整套的遥控无线设备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相机在3D空间里面的 XYZ 轴的一些神奇的设备。那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一个无线图传，及时来控制相机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不用跑到相机那边去调整，然后再来看看画面，然后再来移动。我们直接看着这个无线图传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来移动，像是，移过来，然后移过去之类的，等等的一些酷炫东西啊。反正这个无线图传真的是非常方便。